恶人谷一月21日正式上映，你哋系咪唔睇啊？乜嘢事啫？一定要贺岁先睇贺岁片嘅咩？唔可以提前贺岁嘅咩？我提前俾利是，你收唔收啊？睇恶人谷啊！睇恶人谷啊！睇恶人谷啊！1月21日恶人谷，唔睇打恶人谷做啦噃！你试下唔入场啊？你试下唔买飞啊？我哋其实都系偷善良嘅，你话唔系我就打你。